好，玩具 TV 第26季第8集、到成个礼拜冇见啦。咁啊，今日非常之人才仔仔啊。咁啊，虽然 Ricky 今日就佢兄弟有啲喜事，咁你嚟紧亦都有喜事，系啦，都有啲喜事。系啦，咁大家如果要送上呢一个祝福嘅话咧，可以趁而家喺下边留言，我哋侧跟呢一位朋友用咗一個最出啊，唔係最成功嘅選擇，咁啊，亦都因為咁嘅選擇，令到萬千少女心碎嘅。咁但係點都好，一哭啊！祝你幸福。哇！多謝多謝。我相信唔止少女啊，係連少男啊嗰啲，或者兩名我哋認識嘅中年，中啊都會。同聲一哭。我哋翻嚟啦，咁啊，今次要介紹嘅就係真骨雕。都等咗一段時間嘅，我算作係 final form 啦。雖然佢仲有得更加再 final 嘅，咁但係電視版嚟講最強嘅形態 ，Cyclone Extreme Joker Extreme， 咁啊呢啲盒其實都唔需要再多講啦，都係嗰啲同嗰啲嘅啫。所以因為啱啱新開嘅關係咧，我係啱啱拆咗膠紙嘅，咁就都俾大家睇一睇翻今次究竟真要呢個 Extreme。有啲乜嘢質素俾大家睇咧？多謝 Chris，Thank you Chris。嗱，其實我啱啱頭先一開盒咧，我係絕對俾佢中間嗰啲幻彩感覺吸咗精嘅。我有啲嚇親，點解佢可以做到咁樣？因為好同以前應該有做嘅嘢係好唔一樣嘅。你可唔可以解釋一下同以前有做嘅嘢唔一樣？佢以前係就咁一個透明件，跟住之後入邊就咁噴個銀就算數噶啦嘛。即係我覺得充其量應該，即係我預期中啊，會可能係佢之前咧做咪試過有啲喺個底嗰度印個幻彩一點點線，即係好似例如 Perfect Kingdom 嗰啲咁樣咧。咁但係我冇諗過佢今次咧會係用一個偏光電導嘅方式去做佢中間嗰塊嘅，亦都出嚟個效果好令人驚訝。係咁啊，其實可以多少少喺側跟嗰。個咪叫側跟，即係千隻鏈嗰只，死啦 ！screen 唔係好見個閃喎，突然間放大咗。我打側少少，反光嘅情況之下，我相信大家都睇到嗰、那個雷射反光效果嘅。咁其實千隻鏈早期，即係唔係叫早期，啱啱出嗰、那個，我唔記得叫咩名啦。個名四個字太複雜，但係隻嘢係極品嚟嘅，亦都同樣採用咗超光電視，都係用咗嗰、那個。處理方法，咁佢成隻嗰個質素係高幾班嘅。但超光電視唔係做一個面嘅，佢做一個底，係啊係啊係啊，做喺個面度嘅。佢係個透明件嘅表面做咗一個偏光電導嘅，超光電視係做喺個底度嘅，所以兩個咧處理方法完全唔同，但係個效果係非常之好嘅。不過呢個我比較擔心啲嘅，超光電視嗰個因為做喺個底咧，冇咁容易刮到。呢個咧，如果你刮到，可能一塊一塊咁甩出嚟啊！哎呀，唔緊要，好小心玩啦。起碼都睇下，其實我想鬆嘅就係另外就係佢呢一個腰帶。亦都係今次成件嘢，我覺得最吸睛嘅地方，佢腰帶係非常之細緻。我突前少少你睇翻，太前，跟後少少，係咁樣，係咁樣，得哇，好靚！你會見到佢另外入邊 Cyclone 同 Joker 嘅USB 都係可以清晰咁樣見到嘅，癲，真係勁，癲。同埋呢隻 QC 幾好，所以唔使 PM 我啦，大家。點解呢度七嚿水俾到咁嘅質素？平時七嚿水係買其他，唔係真骨嗰啲拉打咧，個質素爭好遠咯。玩無敵啊嗰啲咧，係咯，玩天才啊啲都未去到咁嘅層次。係，咁啊，另外一個版件，阿Zo繼續喺東京睇緊我哋 live 啊！喂，多謝曬，多謝 Lawrence。你會見到手型是 total 14隻之餘，其實我反而是想大家看一看它的架撐，中間那個位置會不會靚得有點過分呢？哇！真的很厲害啊！真的哇！佢系藏嗰只 CD 喺入边咁样喎，而家系咯，真系黐鬼线嘅。我呢只见到以前 Bandai 都有做，以前做 Mark Cross 嗰时有架版本系成架都系做偏光电导噶嘛。哇，嗰个都好靓，好复杂，但系黄晒咯后边。所以复杂啊！睇下啲 USB 先。系啦 ，USB 我咬底啊，所以我都系就咁样影俾大家睇算，因为 high 一 high 就
Shopee， 特別係做節目嘅時候，個意外機率係尤其提高。做 live 嘅時候，係。咁當然咧，本身五個 USB 都係可以塞喺把劍嘅劍底嗰度嘅，都唔爭在啦。我哋 close up 啊，個體模先。哇，正！我哋將呢一個，哎呀，唔好意思啊。嗰度就咁嘅。哦，把劍嘅上色都好靚喎。插咗去掹掹就翻出嚟。我驚緊。哦，佢咧係有一個非常好嘅配套幫你掹翻出嚟嘅。哇！你劍個劍鋒都靚嘅，係透明件嚟㗎，側邊。係啊，劍鋒係透明件。咁呢度唔使講啦。佢喺個透明件度遊客嘅嘢中間。呢把劍咁 Minecraft 嘅。所以呢一隻嗱好嗱認好坦白講，其實我真係唔中意 extreme 嘅設計。我覺得真係好肉酸，咁但係 anyway， 佢呢只嘢係出得好靚，亦都係鐵一般嘅事實，所以喐下佢啦。既然係咁，咁啊都望一望翻，咁啊可以見到成個 drive 褪翻出嚟。哇！多謝林肯師兄啊！多謝，多謝林屯。誒，呢個都易甩喎，不過唔緊要。但係功能嚟㗎嘛，係冇錯。幾正？哇！我哋啲畫面真係好清喎，令人驚訝清喎。證明佢係當你黑人啊！正常嘅 W 嘅腰帶。後啲後啲太近啦，太近啦，得夠啦，夠啦。好啦，咁我又塞翻落去先啦，位面唔見啦。重點其實我係牛底嘅，只係喺呢個裝拆嘅過程個鬆緊度感覺舒適嘛？舒適，舒適。咁因為以往好多時嗰啲腰帶咧，好多裝落去都係有種鬆鬆地會跌嘅感覺。係咁啊，只不過係將佢拆翻落去原本嘅 W 兩個插槽度，咁就 OK 噶啦，所以變咗你係唔使點擔心佢會甩啊、跌啊咁樣嘅。好，咁啊未拎架撐之前就喐一喐啦。不過其實多一句，如果佢用開呢一個 W 嘅素體咧，其實唔需要喺可動方面有啲咩擔心嘅。再多謝我哋嘅上下 Ricky 師兄啊 ！Thank you Ricky， 多謝 Ricky。每個禮拜見你咩？係咁啊，見到本身頸都係由頭去到頸。頸去到胸都是兩節，所以變咗佢嗰個可動性係非常之廣，同埋佢上色亦都係好實嘅。咁把換嘅時候個頸部會唔會容易刮到咧？其實都幾實下，所以變咗佢另外，我呢個位其實未必影到嘅，你會見到佢嗰個後頸或者叫頸圈位啦，佢係有比較多嘅地方，多嘅空間俾你喐嘅，咁所以變咗一來就可動性唔錯啦，二嚟就避免咗撞嗰個情況嘅。好，繼續啦。咁啊，打側睇先可以見到佢嗰個腰嘅可動。如果喺呢度睇，其實就唔算話好走光嘅，合即係都合理嘅。咁啊，向前咬啦。但係佢嘅腹肌都真係幾勁。佢要俾條腰帶都頂一頂添。係佢，你會見到其實條腰帶已經頂住佢個胸啦。但可惜佢喺個背脊嗰度就落咗呢個 line 印咗喺度，係印咗一橫呢個 line， 就有少少破壞咗風景啦。睇下先，佢呢一個夠僵嘅可以揾 Fina 試一試，因為佢係印喺出邊。哦，嗱多一句，如果你揾 Fina 整花咗啲電導色，唔好入我數啊！但如果你話成功整甩嘅，通知聲我都會照做。咁啊腰梗係唔使擔心啦。上臂最重要，其實個賣點係個膊頭，膊頭本身同樣地有兩個蝴蝶扣位，所以變咗喺喐嗰陣時咧，可以就到嗰個位，將呢一個肩甲托翻高去到心口頂，咁佢嗰個上臂向上喐嘅幅度就可以去到90度。雖然係頂住啊，但係佢亦都係可以去到90度嘅。
個人感覺佢呢款咧，佢肩胛樓個虛位都比較多啲嘅，玩上去。因為另外有少少問題啦，本身始終佢個胸肌有翻咁上下，但係亦都唔會話好似 Robot 雲咁樣個胸肌要喐嘅，咁所以變咗佢冇特別話做到一啲拉出式嘅關節或者有多一塊即係遮丑位咧，所以佢向前其實呢一度就極限㗎啦，所以你唔好妄想佢可以翹手，翹手亦都唔算話好靚嘅。大致上就係咁樣啦，畫緊個火啦，冇錯，呢個係都幾基本嘅可動性嚟嘅，咁但係都夠玩噶啦，咁啊又甩嘢啦。因為我哋最近有啲日本師兄喺度留言日文，誒咁好啊，而家都仲有啲日文師兄有冇可以幫手解答下？好啦，顧過詳細，上臂嘅橫切。手踭的對接其實都是一貫高質素的真骨雕的處理方法，我不多講了。同樣地，哇，這個真的想拍一拍，原來連褲浪都是做了這個電導金屬顏色處理的。那個日文師兄的意思是呢，那個盾牌上面的這個盤是可以轉的。哇、wow. 是啊，這個盤是可以有個轉動的功能的，挺漂亮。但我不知道是不是幅度就是這麼多呢，應該是，它好像頂死了、是啊，頂住了，是啊。多謝 Google Translate、好啊，那基本上都一句，整隻東西的可動是大家不需要擔心，而我最喜歡是它連褲浪都跟你處理埋呢一個電道位，有了啊！呢、這個真心堅，呢啲咪蝦叔。我初初以為佢一嚿黑色就霸就嘅，我都以為會係，所以大家都明白錢啊俾咗邊度啦。Good。但有一樣嘢，我見咧有啲師兄就都幾多呢個刮花嘅情況、玩花咗。咁因為其實佢本身咧，無論綠色好啦，黑色好啦。咁佢係建基於大家係同中間嘅透明咧，其實係同一件透明件嚟嘅。咁所以咧，玩起上嚟，因為油漆噴上去佢透明件嗰度咧，個附著力可能比較弱少少。咁你一刮佢就會直接變咗透明咯，同你平時即係可能嚟佢啤黑色啊嗰啲唔同。咁你咪刮咗都仲見到黑色啊嘛。而家係直接刮完就見透明咯。會唔會有啲師兄藝高人膽大，直頭將佢刮曬佢變咗成隻透明啊？哇！如果是這樣我都挺期望可以看看，是這樣他真的很藝高人膽大，我反而想說真的。不過又說回兩頭，你連風鈴都有人拆了個板出來出入金改回做這個著燈，都真是能人所不能、因為我看到網上有人報價那隻風鈴金好像改燈啊，800多，出入金我899，我暫時見都是貴咯，5嚿水考慮一下啦。上次那個價錢大概我都俾過一個建議大家噶啦，咁啊覺得有用嘅就參考下咯。合金同 Robo 雲你點俾？咩話？即合金同 Robo 雲。合金 Robo 雲靚啦。哇！咁大鑊。喂，好 firm 啊，大佬，勁 firm 啊！我又玩到又有支架。係咯。大家都係 basic 啫嘛。同埋你又可以換件著翻做翻個效果。不過而家都係期待緊 Full Mechanic 嘅出，因為佢最近又出宣傳圖，好吸引喎、啊！本身其實好早期出個宣傳圖已經好靚，好靚啊，好靚！咩啊 ？Full Mechanic 嗰只哦啊 ，Alia 係。期待有人刮曬佢變做透明。其實都一句話，隻 W 有啲咩特別嘢需要再分享、再參考、再補充，其實真係冇，因為成隻嘢個質素真係好高。嗱，都唔係賣廣告嘅，我又即係我個吐苦水也好，咩都好啦。成日有啲朋友揾我訂嘢咧，之後通常都冇個聲氣，冇個聲氣嘅意思係我即係揾翻喂，究竟邊個我幫佢訂嘢啊？咁都係冇人睬我嘅。咁所以呢一隻 Extreme 咧，我訂多咗一隻 Toys BB 件啦，全新未拆。哦，這隻你反而要這隻，是啊，這隻漂亮，這隻 QC 很好、也都不需要再搞那麼多東西，神經病，真漂亮，顏色真的不一定，
同埋我唔知係咪我好彩啦，我呢只個 QC 係唔錯嘅。咁如果大家手頭上都有Extreme 嘅話，都可以分享一下，睇下有冇啲咩地方可以補充啊，又或者有啲咩玩嘅時候要留意啊，又或者即係你想分享嘅嘢都可以喺度講嘅。佢只綠色。我覺得是挺漂亮的，他跟回去之後出五十周年版的綠色、yeah. 不過我覺得少少偏淡了一點點，可能因為底色是透明的、嗯、所以他就有少淡色了、啊、今天就玩到這裡，轉頭見。 Time management 挺好厲害。